委员高金素梅，高金委员来为我们致辞勉励。欢迎委员本人来到我们的当中。谢谢，非常谢谢我们的大会会长、理事长哈，还有在场的三位议员，还有我们的原民局的局长，以及中央的我们的姚凤、德鲁古的族群委员，以及在场的上面的所有的贵宾，孔文吉委员的助理，还有彭英议员的助理，还有来自于花莲我们秀林乡的简主持人哈，来我们给他掌声好不好？今天很高兴能够在场中看到我们的长辈带着我们的孩子来参加我们的岁时祭仪。每年的这个时候，我们都要把我们的文化传承下去。以前在都会区，我们仅仅看到的是非常多的长辈，但是近几年来，我们也看到非常多的年轻人开始穿上自己的衣服，开始讲我们的母语。在中央，我们会极力的在争取跟制定更多的政策跟资源，让我们都会区的族人能够在离乡背井的时候呢，也跟我们的部落能够连结起来，让大家在都会区不会感觉到孤单。最后，虽然这几天是台风，非常谢谢主灵的庇佑，今天让现场的天气非常非常的好，所以我相信在来年，在未来的一年当中，我们在桃园的德鲁古的族人以及其他族群的族人一定会有一个非常平安丰收的一年。高金素梅吉瓦沙利在这里要祝福大家，也祝福大会能够圆满成功，我们合家平安。